顾小薇，我要跟你单挑。特想被我揍一顿是吧？然后跑去跟华伟林哭诉博同情。我才没那么无聊呢。行了吧，沈宇，我俩打架除了惹他不高兴以外还能干什么？他都倒霉成那样了，你还添乱呢。这些我怎么没想到啊？这就是我跟你的不同。一个人就是希望看到他幸福，他跟你在一起，孤独的心总算有了依靠，我应该祝福的。虽然这份祝福让我好心痛好酸楚，但我依然会笑着去承受。说人话行吗？琼瑶附体了，你别不识好歹啊。你是真心的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他是他爸妈离婚之后才变成这样的。他爸妈离婚之后，他选择跟他爸在一起。他哥当时还因为这个打过他呢。他妈走的时候，看到他哭得特别厉害，他还以为没人看见，其实我都看见了。我知道，他之所以选择他爸，是因为怕他爸一个人孤单。我怀疑他放弃高考就是在等他爸。沈宇啊，我那个啊，我告诉我爸今天华伟林会和他爸偷偷的见面。各盯组组汇报情况。一组情况正常，汇报完毕。二组情况正常。报告行动指挥部，发现嫌疑人家属，汇报完毕。各盯组组组注意了，控制周围环境，避免无关人员进入社服圈。嫌疑人一旦出现，迅速抓捕。走！干嘛？
伟。你骗我！你说没事的，你说是在帮他们，全是骗人的，骗子！小薇，大骗子！你是个大骗子！这是早晚的事儿。你爸他也有心理准备的，你也不用太难过了啊。说什么来生有缘，我们还知道啊。我只想拥有你。妈活了这把年纪，有个经验可以告诉你，任何人任何事儿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没你想的那么好，也没你想的那么坏，所以千万不要记恨谁。知道。那到妈妈那里去住吧。又等我爸出来，到我那儿一样等啊。而且明年你要考美院，总得有人供你吧。我可以自己想办法。那也不能在这儿待了，弄得满城风雨的，对你不好，妈也不放心啊。小薇，你听爸跟你解释，你说你这样算什么呢？
滚！干嘛呀你啊？从我眼前消失。顾小贝，我本来怕你内疚，我想告诉你，这个事儿不关你的事儿。没想到你这么混蛋你啊！该怎么做我自己心里很清楚，用不着你来当好人。给我滚！每当我一个人在夜里安静地想起你，我多想不顾一切陪伴着你，一直到天明。爱上你不想放弃爱的权利，每一刻不眠夜里你在哪里，在心底在回忆还是在梦里，我感觉我的心无法呼吸。爱上你不想放弃爱的意义，每一天当作末日更珍惜你，在心底在回忆还是在梦里，我感觉你的心无法触及，遥不可及。咱得想个法子把小雨和隔壁家老二给分开。这暑假咱让他出去过，等暑假一结束他就上省城上大学去了，这一走啊就是一学期。年轻人没长进，老不见面啊就淡忘了。没事，你的不许问我钱是哪来的，我要去奶奶家了，以后你有 BB 机了，一听到滴滴的声音你就马上回我电话，第一时间回，而且五分钟之内就得回，听到你的声音我就知道你还挺好的，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陪奶奶了。听到没有啊，我每天都要呼你的，不定时的，最好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。你可以画画啊，画画挺好的，画着画着心里就不那么烦了。听到没有？多年我一直还在等着你，等你
走过那片草地，等你走进我生命里，你已扎根在我心里，怕你孤单，怕你委屈，怕时间会拉远我们距离。可惜这样失去你。哟，郑宇，你怎么回来了？霍伟林，霍伟林，霍伟林，开门！霍伟林，霍伟林，霍伟林不在。我也不知道，好多天没人了。晚上灯一直都是黑的。小雨，你看手都拍疼了，这没人，真的没人。哎呀，真的没人。哎呀，小雨。小雨，你听爸爸的话。曾牵手的街角，往日的誓言哪里找？一点一滴随风飘。你说过要陪我到老，除了我谁都不想要。甜蜜的拥抱，狂热的心跳，化作雨丝将我缠绕。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遇到，情再深只是命运的玩笑啊。梦迢迢，路遥，还假装过得很好。我们在错误的时间遇到，爱再浓等不到天荒地老。风悄悄，云渺渺，想你的煎熬，我只能对着月祈祷。
你说过要陪我到老。除了我谁都不想要，甜蜜的拥抱，狂热的心跳，化作雨丝将我缠绕。四眼儿、黄毛、老鸡，我都问过了，他们也不知道华伟林去哪儿了。四眼儿说，他还偷偷去华妈妈那边找过，人也不在那里。真的，他们都跟我对天发誓的，说要是隐瞒，全家死光。走走呗，管他呢。你是不是挺伤心？谁说我伤心了？我压根儿就没在乎过。潜意识里也没有。你想啊，上大学以后我们得多忙啊，还有全省的、全国的所有的好玩的地儿，我们都得玩一遍。还有好多新同学等着我们云锦二仙去欺负呢，多好玩，未来多精彩啊！我觉得我现在特别了解我自己，我就像《天龙八部》里的阿紫，琼瑶小说里的绿萍，心可狠了。心痛终究会有一点嘛，毕竟是初恋，心肯定要痛的了，痛过就没事了。都别想就这么结束，谁都别想。元旦之前就不见人了，一直没在学校，老师同学都不知道去哪儿了。那体院怎么说呀？再见不到人，劝退了人家。怎么可以这样呢？这元旦就没了，他们现在才告诉我们，这他们的责任，谁的责任啊？再说，这街道线我们不就去了吗？行了行了，我马不停蹄赶回来，就是发动所有的关系，帮着找人，找到孩子最重要，说别的没有用。你说，会不会小薇故意的出走？那个华伟林啊，华建平的儿子，他们家不是出事了吗？小薇一直恨你，这，所以回了学校也没有给信儿，也没打个电话。我担心的也是这个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，人的意识中充斥着暗藏的欲望、敌对的心理、邪恶的动机、自我欺骗和充满隐含意义的梦。往日的誓言哪里找？
一点一滴随风飘。你说过要陪我。下车！哎，沈宇。除了我，谁都不想要。回去。多着急的事也得等列车靠站，这是铁的纪律，我可不是吓唬你。临时停车对旅客来说也就意味着列车随时会开。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下一站还有多久啊？爱再浓，等不到天荒地老。风悄悄，云渺渺，想你的煎熬，我只能对着月亮祈祷。学生证、钱包，他都没带，他死定了。翻墙进来的吧？你有钱补票，还用得着翻墙？你先让我上。我告诉你，蹭车的我见多了，少跟我来这套。你先让我上去吗？我师大大学生，我真不是蹭车的。学生啊，学生证。神经病，你没死啊？怎么那么晚了？我们看你钱和证件都没带，然后我们就在下一站下了，坐趟回程车来找你啊。秦人，你信不信我跟你绝交？你知道我们刚才多着急吗？啊？你干什么呀？我看到华北林了。你去死吧！真的，刚才临时停靠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铁路墙，他正在画广告呢。真的是华北林。华伟林谁啊？奸夫。啊？我去找他。大姐，明天开学了。不是华伟林谁啊？不管呢。什么？给我签。不是华伟林谁啊？奸夫，奸夫。Thank you.
我让你看着他吧。我看得住他吗？我诚心的是吧？我跟你结婚，你把我撂你表弟那耗俩月。小平头，这是顾书记家女儿。废话，我能不知道？没看见结婚证呢。喂，是顾书记家吗？是的。我找到小薇了。你说什么？找到小薇了？哎，在哪儿呢？顾小薇。是不是真的？你不是说他是挂了号的吗？算流氓吧，我就跟他结婚了。顾小薇，你想干什么？毁啊！你毁别人，我就毁自己。谁都别想让谁好过。小平头，交话。顾小薇，你干嘛？我干嘛？我干嘛？我打你！臭流氓！我打死你！臭流氓！你打死你！躲开！你凭什么？凭什么打人呢？你凭什么打人？小薇，你疯了你！没有一个好人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是好人呐，小薇，就是要帮你。顾小薇，就是，广告牌就位于这个三里铺这儿，但是它并不代表华远银它就在这儿啊。我查过了，这个地方它也就是行政村。应该没有这种档位。你看，三里铺一共有四个县镇。嗯，如果咱们一个一个查的话，他一定会有广告公司的。怎么查呀？黄一号铺，打长路电话问呗。如果我找到的话，我肯定是要坐长途车的。嗯，到了那儿呢还要住旅馆。嗯，但是我手头的钱好像不太够了。我还要买黄叶号布，我还要打长途电话。我那个汇款也没到呢。这有啊！啊！我挨个打电话过去问，他们跟防贼似的防我，居然说我是同行，你说他们怎么想的？你怎么问的呀？我就问他们有没有承接三里铺的铁路墙啊？那能不怀疑你是同行吗？哪句话？吵吵了！承接广告公司在巴下镇。华为林在那儿当临时工，得去外给你弄头哈。
江水延绵不绝，学习。现在学校严打逃课，通知家长的。本宫自有妙计。哎呀，39.2度，想开几天病假呀？艾婆，您觉着呢？我看你还是把怀里面那杯开水拿出来吧。你们这样的我见多了，拿出来吧。大夫，混过社会是吧？说说吧，为什么装病？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吧？不装不行。对，特别重要的事情。我可以给你行个方便，不过我得检查检查身体。放心，不要那种眼神，就像体检那样，不搞别的过分的。